鳝鱼面不敢吃是吧？我不敢吃鳝鱼。为什么不敢吃鳝鱼？鳝鱼腥腥，看它腥。你这个老东西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东西 Vlog。今天我跟Buzz 总算可以露面。Hello。我今天跟 Buzz 来，我们来台南工作，我们要去找吃的，已经快1:30，1:20。我刚才 Google 一下，全部都一点半休息，太夸张。台南人比较就是有情调一点，你不要管他。不要这样，搞不好我们有台南的观众。现在站南北。待会吃饱了，我们就去几个地方走走好了。你先带，是带 C 三，然后我也带 C 三。没错。Konica Kala， 你就是固焦那台，然后我带一台自动对焦的，然后一样是 C 三五，一样配 S 的镜头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，那就拍拍照。Google 上是3.6颗星，请问你给他几颗星？满分5分？我觉得应该0.5分。有那么差吗？拜托，小卷没有头，怎么叫小卷？这一个是有委员在抓出去。你喜不喜欢吃麻辣锅？看心情。什么？就有时候会想要，就是享受一下那个麻辣的，但是。不是我的主力挚爱，不是我第一次听到吃麻辣锅是需要看心情，看心情、啊，这太夸张了吧。今天是一个适合麻的心情，所以要去东林前老师那边算一下、啊。不要去东林前老师。说到茶的魔手，是不是应该买一杯凉？看这是我老人的讲法，杯子不会凉哎、欸，老东西嘛。不是神农是破缸救朋友那个吗？哦，是这样，他不是躺着帮那个妈妈把那个席子弄热那个吗？哦，神农街啦，神农街哦酷。对啊，我们不是就要来神农街吗？我请问一下，这个天气这个温度，我们要逛神农街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民宿。现在2:30就要约我睡觉，靠杯啊！那民宿你认识啊？就那时候有跟他喝个酒小聊一下，但是一段时间我不知道，就是他还记不记得？啊，对啊，我们的 IG 上面的有追踪，其中一个就是他，想说刚好那个地方也很棒，我就用老东西的 IG 追踪他一下，想要顺便做个记录。帅吧？闻到了。C35 MFD Konica C35。地原相机，走吧，你是不是偷了？你刚才偷了，对，路边捡来，路边捡来，怎么样？你要租吗？租？你才租，你才去租脏话吗？这台是尾字牌的最后一台手打挡车，它的样子比90还要大，可是比150125还要来的小。然后它的手波这边是有4速。台南美术馆二馆啊，听说蛮厉害。就是你居然没来过，我以为你一定有来过。没有。我们合照一张，合照一张。我又发现一个东西，你看那个地方，像不像可以拍点啊？你要。